日前下跌的之后，教育部之前是宣布今年九月初日实体开学。日本师生安心上课，屏东站政府开学前一礼拜是已经完成全站268间学校的环境消毒作业。小朋友与家长叛逆的学校，不过照规定，家长总得入到教学站。今年头一日开学，你记者也探到现场，慢来就叫上。这是上最长的暑假总算结束的，高中以下的学生的三十半日没到学校上课，大多由警察托付进行教研。本家长头也太虚，不顾具体的挑战难为开始。有没有松一口气？有，很好。妈妈还没来，你要等我讲完故事才会来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多小一同幼儿园的新生提高是低度教育起来，本身上期末含片多点。在疫情过后失败以后，实体开学，屏东院长潘文安到社福视察整体教研开学状况，也九月初一开学，气温上升36度，教育部办班有冷气，计划还没完成。开学的指引规范，学生的提高是低度同脑部中的带最喇叭，本人认为是最大的挑战。在明年以前呢，能够把所有的班班有教室，班班有冷气。这样的措施能够贯彻落实在屏东205所学校。预测到本全校的新生同学生的提开学所得有一个安心同安全上课的环境。屏东县环保局结合的各乡镇市公所提开学之前一礼拜全面统一来同教研的环境，彻底的消毒清洁。下个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